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，邓小平再次以他特有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为中国指明了道路。自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，他先后视察了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，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。中国的时候只要不搞社会不搞开放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，真逐步的改善人民生活，这个我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，都要走。哎，技术发展嘛，要是人民生活质量越好，他才会相信你，才会用。我还把钱打起来了，是时候了。是时候了。